现在这里就是有一些卖票的啊，租雪具的，还有雪具店啊，然后还有 locker， 然后还有要上什么课啊，都可以在这里报名，在一楼的地方。那它这个雪具店呢，其实就是有卖一些保暖的物品啊，滑雪会用到的东西。这边蛮热闹的地方，就是可以在这边排队，或者是我们是在市区那边搭公车的时候就买好。好，现在走下去二楼餐厅的地方。这个餐厅很大，而且旁边都有窗户，都有景。它这里就是有食物吃的，还有咖啡，然后这里有蛮多吃的的。这里的座位区也蛮多的，这里的位置很多哎。我后面就是刚刚那个餐厅的里面，然后这里就是刚刚搭车的地方，走上来就是餐厅。就是 Remarkable 这边的地图，然后它这边有三个缆车在这里，然后刚刚放东西的地方是在这边 base。那我们刚刚搭了这个六人的缆车上来，今天 Remarkable 这里的风真的超级，我在这里有几个牌子，然后我现在要走这条缆线的。全部都是人，然后它的路线现在已经很雾了，所以路线已经不明显了。炸物啊，还有派啊，然后还有器皿，然后它这边还有饭类的东西。好像让我一直让他就是这样，一直像小孩子一样，就坐在那旁边。把行李推到这个 4Z 的 motel 这里寄放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去丹尼丁。啊，它这个上坡推行李真的是超累。这里就是我们丹尼丁回来要住的地方。在港口的旁边呢，它这边也是有搭渡轮，它这边可以搭渡轮，然后就是绕到机场那边，然后再绕回来。它这边的票价是一趟是5块。然后两趟是7.5，就是到机场那边有另外一区的市区。我的旅伴现在其中一个昨天回台湾了，然后另外一个他打算今天搭这个游轮去机场附近那边逛一逛。然后我现在自己来附近这里走走，然后等一下会去吃几间这边的餐厅，超美的。然后我走来这个公园，这实在是无比美的。我现在走来湖边的公园正门，这里面是。漂亮的，刚刚默默的拍了好多张照片，而且它这里也有一间湖边的餐厅，很可爱的餐厅。这里是，像这个就是湖边餐厅，很可爱的一家餐厅。我现在在 Queen's Hall Garden 这边散步，然后沿着这个湖，沿着湖边这样散步。怎么会有浪呢？
然后我刚刚就是从那边走过来，它这个 garden 超大的，而且满满的都是大树，然后还有雪山。在这个公园啊，会看到有一些人骑脚踏车经过啊，或者是跑步经过。我觉得住在这里很好的是，它这边的自然环境真的是做得很好，而且很多户外活动在这里都非常的适合，然后搭配上这样子的美景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在它这个公园里面，它的树啊就跟森林一样，真的超漂亮的。然后旁边这里是会有一些椅子可以坐在这边。非常多的这种滑板公园，很适合练滑板的人来玩。这里就有很多滑板公园，那 Queenstown Gardens 真的是超大的。我刚刚就是沿着这个湖边这样子走走走走到这里，那我现在要回去市区，我现在打算这样子走回去。中午来吃这家 Voodoo 咖啡，它就是在湖边的旁边而已。湖边在这里，然后它就在这里，小小一间的不明显。然后我点了一个在橱窗里面的这个塔，叫做 Frittata， 然后还有一杯果汁。我点的是这个 Remarkable Berry， 它就是有很多的 berry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吃了。好好喝哦！那间小小家的可是超多人，里面跟外面都超多人。它这个里面就是有马铃薯菜啊、蛋跟火腿酱。